别再给我说你的那些梦境，64强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可不想你分心。好吧，但那个红头发的女孩子可能是解开一切的关键。好了好了，反正比赛还要继续下去，我们离目标已经越来越近了，打起精神来，大家开始练习吧。有人相信我做过那个噩梦了。嘘，小声点，这可是你我之间的秘密。现在我们换个地方练车吧。啊，心情真是郁闷到了极点。挑战成功。Elimination, I assume.离开赛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今天大家一起来练习练习吧。我还叫上了几个老熟人。哼，难道我们都认识？不会又是暴风车队那群家伙吧？他们是之前想加入到我们车队来的那些人，现在也自己组建了个车队，叫做美少女联盟。什么？有美女？我也要加入。去去去，你走开。
我心头堵得慌。哎呀，我等下就去把白友泰揍一顿再说，这样小橘子就开心点了吧。想什么呢，人家说的不是这个事情，而是车王日记。我想起了一件事，爸爸还在的时候，有天他说自己做了一个很恐怖的噩梦，和你描述的场景基本一模一样，那个叫做什么梦境的东西恐怕早就存在了。但我总觉得日记或许是解开噩梦的关键。可是会不会拿到了那本日记，反而就像凯莉说的一样，最终害的是自己与朋友？小橘子，你担心的太多了，真要有那种事情，我也会守在你的身边。话说接下来我们去哪里，还要继续训练吗？不用了，现在大家心里面都极为惶恐，我听说凯莉就要回来了，听听她怎么说吧。挑战成功。快。90? 凯莉，你才回来，要不先休息休息？笨蛋，现在还不快点练车，等着被龙皇雷洛对碾压吗？车王日记落在其他人手里面，又会是一场灾难。难道你是说，新人嘴里面的那个梦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以我的判断，其关联性或许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复杂，否则大赛组委会不会将这次比赛举办得如此盛大。这么说起来还真的很有可能，从上一届比赛开办后，不少老一辈的车手都看过日记残页，那本日记已经成为了潘多拉魔盒一般的存在。是的，这些车手不是疯掉就是失踪了，还有上一代的车王也忽然间消失，对吧？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加快速度。无论组委会和阿尔法工业集团想要的是什么，至少我们先把日记拿到手再说。大家开始训练。消息灵通的人存在呢。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真是熬不过你们。凯莉就住我的房间吧，我在旁边打地铺。马特，你作为队长怎么能没有点牺牲精神呢？老老实实去客厅睡沙发。不过既然今天是我加入到了小橘子车队，总该有些表现才对。大家一起去泡温泉吃烧烤好了，出发。
是听说附近山顶的温泉很不错呢，还有上好的烧烤与米酒，大家来比试比试吧，输掉的人可要买单哟。反正我们在赛前训练训练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不是说好的你请客吗？姐姐已经给大家的车子都加满了油，你这队长还要得寸进尺啊。再说了，这一场还是白永泰恢复后的第一次尝试呢。我怎么觉得我这队长越来越没存在感了，这才是真正的引狼入室啊。消息只配第一名才能知道。什么？你说阿尔法工业集团也只是一枚棋子，后面还有更大的阴谋，全都是为了那本日记？嘘，现在你知道了吧？我之前调查了很久才得知的这个消息。世界的大赛，其幕后的事情比我们想象中更复杂。但是既然已经加入了你们车队，我就绝不会袖手旁观，姐姐一定会确保大家平安的。话说我有种无力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呢？笨蛋，我们肯定要把比赛进行下去才能得到更多的信息。对方的消息我已经打探的差不多了，队长叫做红色梦魇。Okay, so who am I battling with later? Oh, it's her! Damn! Okay. She was from the King of the Car. Was it King of the Car? Or Speed Rescue? Ah, okay. 终于开始了，刚才想过去和他们打个招呼，竟然都不理睬我们。对方可是流火王国的车队，而我们是疾风王国的，自然难以相容。不过白永泰，你眼睛在发光了。没有了。这女孩啊，就是对方的车队队长啊。流火王国女孩子多为红发，真有个性。各位好，我就是你们的对手库洛迪卡，你们输定了。库洛迪
迪卡，原来你叫做库洛迪卡呀。哎，我说不用这么咄咄逼人吧，连我都不会这么嘲讽对手。这不是嘲讽和轻蔑，而是认真地告诉大家，我们有一定要胜利的理由，尔等只会被打趴下。断了手脚还每天吃个不停。原来他叫做白永泰。难道你们之前认识？那是上一次了，他救了我，然后还……大柱大柱，这种事情我还是不知道为好。话说你们有什么必须胜利的理由？我需要百万钻石。罢了，你又是我什么人？没必要如此关心我。240, okay.刚才那个红头发的女孩跟你说了些什么？赶紧从实招来。她说她有非赢不可的理由，好像是为了世界大赛的奖金。这么说，会不会她真的有一些难言之隐？可我们车队也有不得不前进的理由。放心吧，小橘子，我会认真对待这场比赛的。
场比赛的总积分竟然打平了。难道你们车队除开你之外都是菜鸟吗？他们是故意的。如果这样说不会伤到你的自尊心的话，你就不怕下一场比赛输掉，这唾手可得的胜利就因为你们的慈悲心肠变成了一出左右相让的闹剧，岂不是？我只是想多点机会和你聊聊，你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竟然要百万钻石才能解决问题？我说过，此事与尔等无关。赛车手严禁赌博。我听说你们在黑市里面花了10万钻石买了自己的胜负，赢了的赔率是10比1，我看你们简直疯了。为了他，我什么都要做。如果我们不是对手，该有多好。下一场，我会让你看看流火国的赛车绝技，请拿出你们的实力来吧。快去看灯。OK。这都不要得过来。来。Mount Lakina, 2,500 meters in Mount Lakina. We finally decided to have you on the track, not Ban Yongtai. After all, he's still not fully recovered, so he can't perform. Again, it's me. Really, the plot needs it. Fire Kingdom car team is low. The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team adjusted the rules of this race.决定采用2-2的积分方式来决胜。什么？如此照顾他们？那么我们还有一位是谁呢？嘿，肯定是小橘子我啦。如果全胜，则我们胜出；如果输掉变成1比1，那么我们两支队伍都会进入到加时赛。仔细想来的话，还是这种方式有道理。毕竟64进32，直接淘汰实属可惜。加油吧！一定要胜利哦！好几年，最近才醒过来，但神志还是很模糊，说什么遇到了车王才能从梦境中逃出来。梦境？难道你弟弟是不是一身黑衣？ I don't remember any name that. 你怎么知道？他以前赛车的时候
最喜欢全身上下都穿成黑色，因为他说想把自己的内心也染成黑色。难道你们见过我弟弟？在那个没有人肯相信的梦境中，这不可能，太不可思议了。的确，我们队伍的新人也说他曾经到过那里，而且那个黑衣人还对他说一定要去找他，但要先找到一位红发的少女。难道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可我们现在输掉了比赛，那奖金也拿不到了。我弟弟或许就这样一辈子活在现实和迷幻之中不能自拔。别担心，我知道有个人会有办法，不就是奖金吗？小橘子车队一定会帮你的。挑战成功。 Interesting. And that's just the fight.